跳起来蛮轻松的，自在的，整个人很灵活哎，但是有一点紧张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讲评。我觉得你唱这个歌，唱歌的态度就是，我常常会很担心你唱得太油的原因，一直在讲这个事情。我每次我刚才问子彤哦，我说这歌你写的哦，你会不会担心雅婷待会唱得太油？他都会担心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没有尾音，你都有点像在酒吧里唱歌的感觉而已。你没有在这个舞台比赛的感觉，这个要很细腻，要很认真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细腻的改变。谢谢老师。雅婷，你还是很帅。我知道。我觉得你这个歌比较大的问题是拍子。这个歌它是 Tango 对不对 ？Tango 的拍子是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那个下去的时候，你没有跟那个狗，没有跟那个拍子咬在一起，就是差那个一点点。那个探戈的味道就会跑掉一点点，你有听懂我意思？因为你是很有天分的人，我觉得你唱歌非常非常有天分，所以你接下来的唱歌你要去咬在音乐里头，你要合在音乐里头，你要听。我觉得我们学音乐学唱歌，你练唱之前你要练听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有一个好耳朵，你有一个好歌喉，一定要注意这些小地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